那你再问一下，你帮我两个，还有几个？我怕你第一句话说不清楚。你都是直接技能还是再问那个药两盒？免费领完了。再问他要两个。再问他要两个。钱嘛，没有的。要了，那老师肯定有两个，再要两个。好的。然后上次那个你叫我 PK， 我搞半天 PK， 然后叫我朋友都。我说你给我 P， 他要求很高，他对我。